只能搓七十的啊。老板娘有没有人？老熟人来了，搞个搞搓个七十的啊，是几十啊？有没有优惠啊？找三号的，来三号，我找三号的，还是三号我们。还是三号啊？你老找的三号啊？你经常找的几号啊，小鱼？好好，七十的啊。超过七十，你自己付钱啊，小鱼。这怎么超过七十？我这70块钱啊，嗯，70块钱啊，我已经少了。少了。我请他，一个人，对对对。好，小鱼，我钱付了啊，其他的就不要搞其他的服务了。嗯。这里没有其他的服务。嗯。你六号来没有，老板娘？六号。六号年纪，啊，六号去哪里了？哈，六号还来不来啊？那个于老板他长期点的是几号啊？九号跟六号。是九号的技术好些还是六号的技术好些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第三个什么时候开始干？好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我们这今天天气好。哦，搓泥宝，搓澡泥是吧？嗯，是要20块钱了。嗯，加20块钱，你应该有20块钱吧，身上？嗯。嗯？我不是才给了70块钱你吗？嗯，我跟你关键，我跟你说的是70块钱，你怎么又加钱了？今天还是用的少的，还是说还那个20块钱怎么搞？嗯，怎么搞？超支了怎么搞？我自己吧，自己给啊，行，自己给。舒不舒服啊？有多久没搓了？嗯？多久没搓了？都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了。有段时间没来了。很久了。总算满足了你的心愿。这是黄毛，300块钱一不很可悲，要把它搞干。那以前，现在黄毛不乱花钱了。那个老板，那个女的叫我请按摩，我身上有几百块钱，我不行了。他让你按摩，你不按是吧？我让我去买手机，没钱。是的，是的。确实不能再按摩了，就搓个澡就可以了。钱来之不易，你的那个经济收入还没有达到享受的那种程度，搞个基本的搓个澡就可以了。你现在上火流吗？我不上去，我马上也回去了。嗯，早点休息啊。